我的魅力太大。谢蜗牛兔大象跑的子爵。7101017。要用多少个晴天交换多少张相片，还记得锁在抽屉里面的滴滴点点，小而温馨的空间，因为有你在身边就不再感觉到害怕，大步走向前，一天一月一起一年，想不想永远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，写着属于我们未来的诗篇，在这温暖的房间，我于是慢慢发现，相遇其实就是一种缘，在刷我们直播间房间号码，突然看到一个白色弹幕小伙伴，为什么这个房间这么高清？我们房间就是高清啊。我以为你说为什么这个房间这么温暖之类的，这么开心，然后照顾这么高清。多少个晴天交换多少张相片，还记得锁在抽屉里面的滴滴点点，小而温馨的空间，因为有你在身边就不再感觉到害怕，大步走向前，一天一月一起想永远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，写着属于我们未来的诗篇，在这温暖的房间，我于是慢慢发现，相聚其实就是一种缘，多值得纪念，在这温暖房间，我们都笑得很甜，一切停格在一瞬间，停在记忆里边最美的画面，因为你有你在的每天，在这我于是慢慢发现，相聚其实就是一种缘，多值得纪念，在这温暖的房间，我们都笑得很甜，一切停格在一瞬间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蜗牛，兔子大象。